埋咧係需要小心嘅。但算唔算係干預咗香港？我唔覺得係，因為佢係主管香港嘅事。咁因此咧，佢哋照翻佢自己嘅職權範圍嘅嚟做嘢。但係而家黃之鑫淨係見建制派嗰個頭，即係主要嘅人物啦。咁而泛民就冇被邀請，即係話邀請。你覺得係即係可以做到嗰、那個即係推動嗰個成果咧？如果係我相信中央一路都有大家香港各界團結嘅，其實已經有個信息出咗嚟啦。就係咁樣選擇性會面，其實係咪已經真係即係有一個邊頸？唔係唔係，佢一路有公開咁講嘅。咁如果大家係對呢件事冇反應嘅話，咁佢咪同啲朋友講咯。即係泛民唔係同佢嚟嘅。唔係，我唔係咁意思。但係係咪新蘇人嗰邊咧？每個人咧都係我嘅睇法咧就係對每一件事吸收嘅程度唔同。咁佢同一啲吸收比較容易嘅人講嘢。咁我覺得好簡單啫，即係同泛民講嘢比較困難。定還是有啲親疏有別咧，主席？完全唔係咁嘅嘢，佢係公開咗呼籲嘅。咁如果根本呼籲之後，有人係覺得可以即係有朋友嘅感覺嘅，咁咪最好啦，係嘛？你自己有冇選舉算唔算係自己嘅？即係選舉算唔算係內部事務咧？其實香港大家唔好搞分裂，大家唔好搞分裂，好唔好？啊，我哋要大家要齊心。不要將我講的嘢咧，係揾個反面的態度嚟去處理。因為你問我呢個問題咧，第一我的感覺咧就係、是香港咧係大家有份，所以咧就是、當中央政府咧係希望有個訊息出嚟咧，係大家團結齊心為香港做事，支持個新政府咧係非常非常之正常的事，所以唔係干預。咁如果佢係見一啲人，又不會安排見另外的人呢，就不是等於他要社會分化，他是想個社會團結。但是呢，由於大家對中央的認識不同，他用不同的方法來接觸，是這麼多啫。見啲唔同嘅人都唔係分裂咩？咁點解見曬全部人？即係今日咁樣仲團結咁多，好似朱姐你咁講。冇問題啊！你朱姐望望呢邊講啊！經常係嚟香港嘅時候咧，都呼籲大家團結嘅，係咪？唔黑見咩？黑見。有啲人係覺得係對佢嘅呼籲係有反應嘅，咁大家都好清楚，係咪？有啲人對佢嘅呼籲個反應冇咁強嘅話，亦都唔可以勉強，係咪？Okay？ 對於吳克儉密會北京，你點樣睇？講多少少呢邊咧，朱姐唔該。佢已經答咗咯喎，我根本就唔知道佢係事前事後嘅嘢，我根本就唔喺香港。我同大家講嚇，我前晚喺西寧翻嚟，所以你而家問嘅嘢我係唔清楚。但係據我所知，佢已經答咗你哋啦，係嘛？多謝朱姐。